废过两胎。没有，我们家都是很传统，包括我女儿啊，包括我啊，谁先养会的不知道，谁先养会的不知道。徐乃麟与老婆隔离，感情越来越不好，用儿子520求婚，难大到最后一刻。恭喜一下新娘。对，谢谢。求婚不代表会结婚。要答应吧？不代表会这么快。是。乃哥的儿子徐新阳挑在520这个浪漫的日子掏出1.5克拉钻戒，跟交往7年的俄罗斯女友苏瓦求婚成功，恭喜呢！没有哎，完全没跟我讲。当天下午要去之前才跟我们讲，我说你这有什么好隐瞒的？我可以匆匆帮忙啊，对不对？我去当个假 waiter 也可以啊。他要是说他们朋友啊。那结婚那天当然邀请我，毕竟我还是他爸爸。今年应该不会了，因为今年疫情其实来讲我还混沌不清嘛，多一些准备的时间嘛。那快的话是明年了，因为我小儿子年底他也博士班毕业，哇，到时候可能要回来的时间也比较方便。最多两胎。没有，我们家都是很传统。好不好？你看，包括我女儿啊，包括我啊，谁先养会的不知道，谁先养会的不知道。好的不得了，声音都洪亮，声音超洪亮。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，当时就是喉咙痛，有一点点干咳，啊，有点鼻塞。然后呢，我第四天我就验阴了，所以我想三阴两都有了。哎呀，一定好了。我哟。异于常人了。就是感情越来越好。我以为你讲感情变好。平常话还蛮多的吧？一起隔离啊，反而话少。没话讲。那我们今年结婚到6月，是33年了。真的不容易了。还能够维持住就很庆幸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话多了。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这个大楼的矫正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。阿哥最怕的，他有愤怒值在里面。